思密达。可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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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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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可以呀，可以呀，可以呀，都到了吗？嗨。哎、有个东西没到，东西，我的 BGM， 东西，我的 BGM 没到啊，啊，真的是东西，什么东西，吓我一跳，说有人没到吗？有个东西没到，我很怕哦。那这样子，它到底是东西还是它不是东西呢？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它叫做 BGM， 是个东西。上课啦，上课啦！哎，问各位啊，最近新闻上有没有讲到什么？各位应该有看到那个什么五倍券吧？啊啊啊！啊，我们的高校呢，也不例外啊，我们也来发个五倍券呐、啊，啊，哎呀、哦哦，那等一下呢，我先稍微规划一下，再发给各位啊，那等一下大家先自由活动，好，自由活动，活动，耶，耶，那我们有没有加码券可以预约吗？我榜数位可不可以多500块？榜数位哦。对啊，有没有找鸟？有没有找鸟？我现在开始。对啊，啊那个在麦克里面找到一只鸟，就给你，都给你。哈哈哈哈哈！自己算吗？老鹰可以吗？老鹰，老鹰，老鹰可能没办法哦。还有是友善的鸟，不是猛禽。好，友善，我很友善，我很友善。没有，你是猛禽，你很友善。天哪！你们都是申请纸本的吗？哦，纸本啊，我的纸本，我榜四位耶！你榜四位，你哭了！我跟你讲，我哭超惨。那时候有人跟我说，就是跟我说，我妈跟我说，赶紧预约。我说好，我就预约。预约完以后，我就说。我妈就跟我说：“你预约什么？”我说：“我预约数位。”她说：“不是啊，我是想预约纸本啊，来不及了。”你知道我刚刚在看新闻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预约纸本的，然后他里面多两张1000。哈？他是七倍券，好赚哦！这样不行吧？应该有问题吧？他们装的时候有出处，我是他就不讲出来了哎、欸。哦、我就想说，我是他的话，我应该也不会讲。他怎么会讲出来呢？讲出来啊，就是炫耀那种。哎、欸，我跟你讲哦，那个多两只。感谢新会员。他本人是说他那2000打算捐掉，但是我们详细就不知道喽。不是，不能拿去捐啊。捐什么、啊？他可能是知道捐啊。买物，我觉得他可能是换成实际的物品再捐出去，也是可以啊，对吧、啊？哦，孤儿院之类，我猜。哦，人家五倍券，他七倍券呢、欸，哇塞！对啊，好爽啊，真的，好爽啊！我的妈呀，赚呢、欸！我的观众发现，就是分享一个，他说他很划算的耶、欸。嘿，他说他拿资本的，然后去团团的咖啡厅买东西，现在在当时宵夜吃。划算，划算的。哦，团团你好赚哦，好赚哦。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什么，就是你单纯站在柜台帮忙点东西啊，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啊。就是有时候那个人全部进来吼，那我跟你讲，真的是会慌，真的是会乱掉。对啊，很恐怖，很恐怖，恐怖就一直同时堵在那边，吓死。啊，宝，要多久？要多久？我这个，我那个，我这个。那海绵宝宝撒给你啊。我要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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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我被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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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夹！夹夹夹！王，可是我那天其实也有看到新闻是少两张啊，那后面就多两张了，哈哈哈哈哈！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而且他找两张的那篇新闻，其实他蛮 old 的，就是他在看的时候就好像说怪怪的，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说：“你拆开看看呢，就是看里面是……哦，你猜猜看呢？”然后。对，他就把它拆开了，可是那个店员就跟他说，拆开了没办法换了。哎、欸，对、欸，哎、欸，没有离开也不能那个。他好像是拆开就不可以。对啊，因为他会怕别人动手脚。
可是他可是上影机在旁边的话咧，他可是他那个，因为他那个五倍券，他上面那个就跟之前那个一样，就是你直接看就知道，哦，他会把它分开放，对，你直接看就知道里面是几张，所以我就想那篇新闻到底是写的是，对啊，不知道是哪边的讲法。不是，是店员说啊，你就猜猜看啊，猜开 啊， 啊，不好意思，你不能换啊。哇，真的是像店员这种感觉，被圈套哎，这是套路吧？真的是套路哎。你知道我想到之前看过一个很白痴，不知道是梗图还是真的发生的，说是虾皮的，就有个人说，哎，欸，你这个怪，你这个衣服它上面有一个洞哎，欸，我想要换，然后那个人就说，好的，那麻烦你先帮我做一下操作，先帮我把牌子剪掉。然后他说我剪掉，然后呢，他就说不好意思，剪掉了，我就不给换喽。好欠恶意哦，真的是很恶意，太过分呢，太狠。你知道你讲的这个，它是一张图，就是新虾皮的人员对话的图，然后他就很故意就放在那篇新闻底下。好狠，好狠，太狠了，都是狠人啊！真的，来啊，那个五倍券啊！我刚才想啊，欸，我要发券给你，还是直接兑换现金给你嘛？直接现金的啊？不叫现金，券有优惠吗？直接兑换钻石了啦。哎，我们宝石有没有优惠呢？没有啊，这个钻石呢，先讲一下啊，因为五倍券它是有使用期限的，那我们的这个五倍券兑换的钻石呢，也是有期限的啊。所以一张券的话呢，给你们100钻，哦，所以500钻，哦，但期限就是我们今天要花完。哦，我充爆了，我一定花，我一定花爆。这样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花不完了，不用了。对，不能把它合成钻，那分解这样子，就是恶意把它洗回洗钱这样子哈。哦，一洗回去不可以修改。对，欸，这样要听，这样要录影。正正正，我想充装哎。哦，可以啊，充装可以啊。你也只能今天用掉啊，你不能留下啊。对，打个岔。你知道那个五倍券出的第一天，有人就把它拿去彩色影印，然后还被抓包。彩色影印，好扯啊！太扯了吧！超扯的，脑壳有问题。那你有看到有新闻说有老人家拿之前没花完的三倍券去当那个？他好强哦！哦，还活着哦！大家都好狠哦！各种狠人，超多狠人的，超傻眼的。来啊！身上清空啊，不是清空了，清个一排啦，清个一排，一排。等一下，那应该够，我是够了。我已经在物色武器了。这个500颗嘛，500除以64，大概是7.8组，就是7左右52颗钻石。好，哎，那要不要先给你钻石啊？先一组啊？啊，先一组吗？不用先给你钱吗？哦，不用，五倍券不用花钱啊！哦，白了，真的，我以为是这三倍券，抱歉。来啊，包包来了，好，来了，来了，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 ，OK， 再来，好爽哦！买乐透，对耶。啊！我用我自己的钱买乐透，我用自己的钱买乐透，亏了，啊！先去买乐透了，哎，我今天想说什么，没人先买乐透就先买了啊，亏！我也先买了，亏。没事，搞不好你们会先中啊，对不对？平常都会忘记买啊。小绿，那干嘛？先从自持是19块。19块，嗯，想要买重置石吗？好像也还不错哎，还行啊，免费的重置石哎，没错，应该不买个重置石啊，买了，有没有要黄牛的啊？我卖他，黄牛，不是有些人会说多少跟你收，你越要冲小石吗？效率10其实我觉得太快，欸，哦，真的假的？因为效率8其实就很够了，欸。对，效率10你点一下会点到后面的你不想挖的东西。我想
来个极致快感。然后你可以试看看，那你可以拿斧头，你可以拿斧头挖你家看看。不要，哇，这是很极致哦，这个太可怕了，我会怕啊。哇，这个几率实在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吗？那你能感到六担忧？你说好，哎，是七到八是有一个坎还是六？七到八是个坎啊。对啊，嗯，到七都是一个七，到要到八很难。对啊，我都回去了。哦，好，我想失败哦。我想都没放防爆卷在抽呢，应该是没放吧？你好狠哦！我也回去了，你也好敢哦！你好狠人呢，人呢？哇，等一下，他爆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要爆啊？哇塞！我还有什么时候要爆？好夸张！不要是不是忘记了？是忘记了吗？哎呦，你们有提醒我。那个校长啊，因应五倍券大家的冲装需求大增，要不要多放一个台子？好，没事啊，在机台前面排队怎么了吗？机台当机了啊！啊被撞了！我这位生僵尸。等一下，那个爬树我要用哦，不要把它弄走。哦，对，它这样爬树是连接的哈。对位啊，对位，我的水位，等等，要被电了吗？没有，我的水位。我买到60颗重置石好了，有重哎对重置石，我也来冲一些好了。这样多少钱？等一下，我的水位，等一下，放开我的水位。放开那个水位，放开他的水位，你给我放开那个水位，干什么？没有啊，你的水位，这个跟我这个断道台是分开的、啊。他每一格是分开的，是不是？对，每一个断道台是分开的。我刚刚就在想说，如果机台分开的话，就没差了。其实，对，哦，应该吧？应该吧？好危险哟！好危哦！你先冲好了，我觉得你那个先冲好了，你那个十八你先用。你那个先冲完，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结果重置石就花完了，你一下就花完了，好快哦！我买重置石，重置石啊！哇塞！然后就花完了。哎，我看一下哦。哦，它既是分开的啊，你自己看那个累计失败值，这边是零趴，那边是十趴。对，是分开的，这我不知道。哦，你说怕会是只是显示的分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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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现在影院用掉好了哦。啊、oh. ，我看那边累积有剩一趴两趴的时候，我这边再冲看看，会不会消失？哎呀，效率强力哦！五趴不了啊！五趴就烂了，烂了！好不？五趴哎！哎、欸，影月，你是不是都没玩抽卡游戏，所以就是另类的、啊？这几率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对啊，你水位都没垫过，十三趴。等等，这个水位我还可以继续用，你可以继续用啊。好，你继续。因为十三趴，你继续。等我，我再去拿一张。你拿强力哦。我好像在看《赌博默示录》哦。对啊。我可以，我可以。再借我一些钱。我刚刚真的是喝饮料喝到有没有呛到？打爽没？说爆就爆哇！对啊，哎、欸，声控哎、欸，真的是声控，声控式冲装。我跟你讲是紫金手写的、啊，那个是不是假的五趴？你不好说，是不是五十趴？你以为是五趴吗？它后面少一个零。没有没有，这时候要套用那个杰克，我们总是要回收一点资源的嘛。哇，你又准备一个这么高的、哦，抽到一样的，不能怪我、啊。你说我这个吗？嗯。哇，你要冲这个？啊，你放强力。啊，你拿下来嘞。加成12%。拿下来变什么？哦。你把强力拿下来。算是有点怪怪的吗？38/12。38啊！哦，对啊。哎、欸，我怎么？嗯。加十三，原本是25，然后他的失败也是25，原本4个25。嗯，嗯，然后你，
我看一下，那刚不是5%吗？你拿下来是25%嘛？你锻造上去，它变成12%，因为你的13%从暴龙拿过去了。哦，所以刚刚不是5%，是15%，是吗？可是刚刚是7%到8%吗？还是8%到9%？应该是7%到8%，对啊，对，对啊，真的没错啊。那现在是8%到9%啊，所以几率会比较低啊，正常的。没错，正常，没错。对啊，对啊，正常的，正常的。好啦，爆吧，没有。好，过9了，哎、欸，又这一张，这一张，什么？下一张啊，下一张就顶标了。不用那么快，不用那么快，没稿子了。我跟你讲，再一张爆了就没稿子可以玩了。这个是最后的稿，这是最后的稿啊。那有点危险。对，有啦，还是有钻进效率5的钻石稿啦。对，可是挖起来没有那么还是有普通的钻石稿啦。对，啊，我先等等，这个之后再说。等，好神话。所以现在要两边捅，你这边也来。那你有谁要抽吗？我想要抽，你抽。冲是不是？冲了，冲稿。然后那个盾，另一盾盾牌也可以用了。嗯，啊，呼呼哈！你知道冲什么、啊？你知道冲效率哦？对啊，呼呼哈！他已经没稿子了，没有错。我没稿子，呼呼哈！哇、哦！你按太多了，多人先打，你这次完全是浪费耶。对啊，我看一下，你是不是要就是要直接顶的那种啊？没有错啦，好狠哦，很冷啊，这个才叫很冷，好不好？没有啦，我原本想说我要多点几下，然后如果都成功的话，我之后再用强力。贪了，我贪了，太狠了，太狠了，没有，还在，还有多少？我看一下，我剩28颗，还有3组又36个。哦，没有就给我爆，太狠了吧！用五连到一，你今天是不是不适合抽呢？我抽了，我就不抽。99，我要把所有钱都去买人工从自食，谢谢各位。哎呀，他是我认清事实。我直接买起来，今天看起来是不适合、啊。只是个挖矿稿，我自己做钻稿。充好了，19块一个。嗯，我想买工具，想抽鞘刺。可是工具不是要用打的吗？有是要打的了吗？哦，没了。现在没办法买。哦，对呢，我在想什么、啊？可以打到鞘刺吗？欸、对，可以吧？有吗？有这种东西？我没有打过鞘刺跟盾牌过、欸，哎，有鞘刺也有，也可以打。没有机会。哎呦，全部都是用打的了。哇，哇塞。就是上次我们大家都太衰了嘛，都没拿到。哎呦，阿旺在冲什么、啊？没有，是70%而已。啊，好。哦、我卷土重来，哎、欸，卷土重来，又是一把，哎、欸，又是一个好汉。只要冲得够快，爆装就追不上你。对，这样的吗？真是跟不上哎、欸！哈！哦，停了！好，差不多了，直接一连冲过哎、欸，真是跟不上哎、欸！哎呀，倒装跟不上你。我有3哎、欸，我只有2张强力啊。我赞助最后9颗给你。居然是9颗。我只有9颗了，还有耐久，我已经花光光了。我看看啊、哦，防爆放上去。校长，我可以申请换4颗一般的钻石换成5倍的钻石，不怕叠在一起，叠不在一起啊，不能买人工抽自死啊。那我这对没办法哦，我们这没办法，商店没办法。你差几个啦？我给你。我差4颗。我给你。我想把它花完。
我的材料不够，开始上上下下了。对，没有错。七到八是个坎，来给你。哎呦，努力冲破那个坎就可以了。干嘛？不用了，不用了。有点 speed 的。哇，错，这么好。给你，给你。等价交换。那我可以换球吗？哦，变球吗？你再来，你再来找找我拿球，你再来找我拿球。哦，我靠！其实球已经可以在商店买了。我哇哦！钱要做太多事情了。对，我都舍不得啊！不对，我要拿去剪掉他的鸡鸡了。我要拿，我要剪掉。现在可以结扎。另一个游戏，另一个游戏。现在可以结扎。另一个游戏，另一个游戏。啊！你要想一下五倍券怎么花。哎，这个，请问刚刚这个台子是有人用的吗？哦，我刚没有把防爆拿下来哦。哇！哇，很冷呢、欸！我应该搬了我的，没有，我的。你看，你刚刚有第一反应说的是我的，就不是你的了。我的，来不及了，太慢了。你是很为下一个人着想呢。那完了，送你啦。哇，你怎么在这边洗？这个风水比较好吗？哦，很多人，他想要自己一个人。哦，不是啊，他都在我家洗。为什么打怪会听到？过了。我要用两张潜力，第一张，还有第二张。哇，好狠耶！好伤哦。很狠的，哎呦，他稿子也可以磨嘛？好像可以耶，我等一下来磨一下，都可以磨，我等一下来磨看看啦。我连锄头都磨下去了，我也是啊。虽然我这个只有效率9而已，但是我也要来磨看看。哎、欸，我要看。哦，耐久，没事啊，没事。哦，50%，我要用掉水位咯。没有啦，没水位用。你是不是财富自由啊？我没有啊，我怎么财富自由？我要花都光嘞，我要花光嘞，上一次中了，我要花没嘞。我等一下要努力赚钻石哦。哎呀。等一下，对耶，那这样子我要磨的话，我感觉我的其他属性要先上去再磨，那我要努力赚钻石，赚钱了，那副手需要攻击的啊，副手攻击，我刚刚那个钻铲有三个攻击，哇哦，磨啦，你说了，我上次是消失诅咒二的钻铲。单排攻击，对，哎，你要买吗？他没办法换魔石，你要买吗？不能换魔石，我这两个不能换。哎，脚下那两个不能换。拍谁敲门机嘞？哎，那个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修补不会包装啊？不会，就只是过跟没过而已。为什么可以？感谢，我确认一下而已。你可能重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重灯看看。你用强力卷呐、啊，反逃案。我没强力卷了，我用光了。哦，我用光光。一张强力宝64颗钻了，好不好？对啊。啊啊。哎、欸，我没修装，我连不回去了，为什么？你断线连不回来？回去。啊，白痴！你是不是想去宝可梦？你是想去另一个伺服器了？哎呦，哎呦，重不要说，我天！他觉得画面怪怪的，正常，没有啦，我没有在孵蛋，绝对没有在那个啦，我没有找经验修补啦，没有找经验修补啦，真的啦，没有啦，没啦，没有在钓鱼啦。好，我来磨石了，来磨个，磨。Money，双防御好。哎、欸，怎么了？我的，你怎么按到击退？我的稿子有击退。
有啊，我之前也是，我之前有附稿子啊，还蛮好玩的。哦哦哦，我反光卷。哦，绿十二，绿十二，哎，哦，什么？绿十二稿子，那可以正常挖吗？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效率十二，丝绸二是有什么差？效率十二，哎，好猛哦！丝绸下去大概是两个泥土吧。哎呦，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刷钻石？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的啦。有这种设定的。阿传，你要那个、哦？你、欸、没有？我玩耐久，玩耐久，玩耐久。我发现自己打了，没有想说打装备啊。我仓库还一排，结果你好扯哦，三件，两件而已。我来看看他是多快。你说明那个挖一下，感觉会有沼气飞出去，然后沼气飞出去，来帮你挖前面的。沼气，哎呦！哎呦，我想一下、哦，那点一下前面的东西都不见了。没有点一下，整个chunk不见。哎，龟派很多，怎么还有范围啊？怎么有范围加成？不是速度加成而已吗？但是要越来越浮夸、啊。遇水。啊，你们家应该有锻造台吧？什么叫锻造台？也是锻造台，铁针。你说让那个让搞遇水的，对，变遇水的。我家有了。你家有了。你家有了。有了。有了。加油了。加油了。你想看看他的速度吗？对对对对对，就看看。我也要看。哦哦，好爽哦！好爽，我是用跑的哦。可以用跑的，好狠哦！而且是挖那个板岩，挖板岩我用跑的，挖很硬的这个哦。哇，好爽哦！你有没有不后悔冲效率啊？效率就是要这么爽。这个我觉得值得，我觉得值得哦。对啊，他十二是这样，他十，我看一下十是这样。我看一下十，哎，我这个八的，我八还要等一下。为什么斜线后没有反应啊？白痴啊！不是，你要不要直接去报看看？哎、欸，刚刚你自己也打了。不行，校长。其实就可以了。带头斜线碰啊！十就是这样了，只是没办法跑。哎、欸，十其实可以跑步哎、欸。白痴，十也可以跑，所以还这个还不够我们测试。对，你去挖黑曜石看看呢、啊。我们之间的差距。需要靠别的东西来测试。你们去个岩浆湖，然后倒一个那个黑曜石就好了。你们一人挑一个黑曜石柱去中介。对，等等，雨月这边。哎哎哎，我有一个岩浆，这样。哦，好，你先挖。哇，一秒多耶！这是什么鬼？好夸张！来换我，我这里有岩浆。好好好。水来，有差距，有差距了。可是，对对对，会不会是玉水稿跟钻石稿的差别啊？你是玉水跟啊，我是钻稿，我还没升级。有可能，那我回去升级一下，直接加。哎，我啊，咦，我刚忘记换材质包，我想说为什么。那个繁星拿着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玉那个鱿鱼游戏，被发现了，这是被发现了。磨还没弄完我再去磨。哎、欸，就是没地洞喽。云月还在那吗？啊，在这。Yeah。我这里没有岩浆哎，然后你有带。啊，这样害我，害我好想冲上去了。来，这样子验挖就最快啊。好，来一二三，你的会不小心挖到后面那一格，你的有差，你的有差，不小心就手来不及放开。对，你会手来不及放开，好好笑哦。然后他就要进阵吗？对啊。好，那你喊一二三。一二三。对吧？你的比较快，又掉了一个，感觉好差距好小哦。对，毕竟两格而已吧，还差两等啊。对啊，差两等而已。那你们怎么不挖黑曜石啊？对啊，我们就是挖黑曜石啊，黑曜石柱哎，挖黑曜石，
石柱，哦，石柱哦，跟十个这样子，哦，对啊，找一下，你们不然就是原地叠黑曜石上去啊。还是你们有人家里有一堆黑曜石，我们两个就叠上去在广场。中介有啊，你有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嗨，五十三个，太多了吧？之前好像有，那就一人25个，好，一人25个，25，25，我要看，我要看，你好，在旁边，哎，我这里，哇，那我们要这边叠两个高高的，太有效了吧？别叠太近了，对，隔一个就好，隔一个吗？对。看比赛，看比赛，看这是什么诡异的比赛？我们去看比赛啊！爆米花吃起来啊！哎，看比赛，看比赛，喝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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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了。可以了。哦，我真的要开。哎，赌盘吗？开赌盘吗？开赌盘吗？我要去。好，等你们就我下而已。先等观战的都来。耶耶耶耶！麦块实验，麦块实验，对啊，我知道，因为我有丝绸会减速，是不是？我的也有丝绸啊，丝绸不会减速啊，okay， 哦，我的也是丝绸，有丝绸跟幸运比起来，丝绸慢一点的，啊。我有这种有丝绸，有啊有啊，他们两个比起来是有差的。我们校长18号司令，来啊，3、2、1，哇啊，等一下。好，你鱿鱼游戏输了。你输了。所以合理怀疑一个效率差两颗，两颗半差不多。对，而且他还先让你挖了半秒，真的。好有趣哦，有差有差有差，真的有趣。哎，那个是黑曜石还你啊，黑曜石。好好好好。还多两颗哦，多两颗。哦，哇，还真值哇！对，哇哇，可能是因为丝绸的关系吧，对，丝绸外包会多变多。哦，对，是会变多哎，没有错啦。太了，我又来冲了，大家全部看到你是大师养头哎，心痒痒咯，真的是正心哎，哇，好痒啊，好痒啊，好痒啊。没比较没伤害，好不好？一比的差距大家都想要了。哎呀，没事啊，像我一样，直接爆两次装，完全觉得完全不适合，无欲无求了，无欲无求，完全没想法。而且开心钓鱼吧，开心钓鱼。哇，我现在你们的装有很多都是攻击什么？我发现我全部都是生产系的，好好笑。你是玩生产线的？对啊，你看那个幸运十一跟效率十，全部都是稿子，刚刚猛的嘞，啊，猛的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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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猛，猛，对啊，是猛。感谢你的人工重置时，还我。东西拿走了，在里面。那我的啦，我的啦，我的。没有，允月就是在旁边看我玩的啦。你想干什么？啊，看错了，你们串通好的啦。哇，你在这里都像当探险秘书。你太狠了吧，贪心利鼠！你这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怎么拿完垃圾就跑光了？这超狠的，直接拿完逃走。对啊，效率十哦。等下我五倍券剩七颗怎么办？不是花完，可以丢给别人啊。我花光了，我没了。嗯。有没有要抽的？这是必经之路，是必经之路。那杰克，来不难过，不难过，来五倍券给你。五倍券，我也用掉了。安慰奖，安慰奖。好啦，这水位谁要3%？哎，很爽哎。
爽的爽的，很赚哎！哇，你就一直哇弹性力鼠，直接弹性力鼠来了，听到三趴我来了，我来三趴，三趴香的哎，然后结果变六趴，哎呦哦。啊，过了没有？哎、欸，这个用了就是要上去啦。那、啊、没有啊，这是不是就是要冲上去的吗？对啊，该冲上去了吧？该死了吧？找下一个目标，他就在找下一个目标。他找他等到有人变多，他等一下再三趴。等下一个三趴，下一个三趴记得喊他。嗯，有水位当然用一下啊。面前水位。哎、欸，雨苑。帮你封装。你要不要上次强绿卷？青金石在哪？青金石我的吗？对呀、啊，想说去你家箱子上中间上面吧。中间上面，我的箱子那边啊，中间上面。哦，看到了，我每次最后才看到它。哦，哎、看看，卡一下，需要一件钻石装。十万个，嗷、哦，痛啊！无情哎、欸，什么砍伤？没有，是四伤害，很可怜哎、欸。那把他砍死好了。哦，他就不可怜了，砍死比较可怜。你，但效率是八哦，嗯，笑吧，笑吧，笑吧。笑吧，哈哈哈哈哈！笑吧，笑吧，笑吧，你就笑吧，嗯，你就笑吧。哎呦，哦，嘟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嗯，嘟嘟噜。每次碰到都感觉要心脏要很大颗哎，真的哦，没有那个心境转换一下就没事了。那就爆了就算了。对对，好看得开哦，看得开哦。我也觉得，反正看得够开，反正是五倍券，爆了就算了。哦哦哦，我可不是只是花了五倍券啊，我的家产家产都出来赔了。我家产现在好像不到诶多少啊？不到十个钻砖的剩下。哦哇！像我上一次才中哦。对啊。那你有想过没有中的吗？你说你吗？我还没中哎、欸，但是我还没中哎、欸。对，是你的。可是你的家产蛮多的吧？没有，没有很多，我都会在自装哦。喂。嘿。怎么办？感觉五十升了就会爆的声音，我听到了。不会啦，会啦，听到了。相信自己，没事没事没事。不然我先帮你好不好？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啦。先不用啦，先不用啦。先不用。谁来了？四六八九。谁来了？他回来了，三那个30%中五张的。哦。回来了。我30%中五张。什么东西？不是，你们记得我有一个受伤会拿到经验值的东西哦？对啊，啾啾鞋啊！我刚掉一只河豚上来，然后我这边叮啾啾啾啾啾，好可爱哦！那感觉听起来很可爱。中毒？哎呀，有中毒哎！中毒可以哦？那你会不会可以刷经验啊？这样你只要说中，只要去碰一下中毒就好了耶。对啊，哎，你吸你丢中毒药水就好了哎。对啊，你就中毒药水、欸。如果你还有修补的话，等于中毒叮叮叮叮叮叮。对不起，是你的吗？对啊。可是我还好还好还好。他帮你加，不是加倍率，帮你加了加成上去了。还要用？哇，加成上去了。要说。小雨可以借一个。借一个吗？你的那个套装，叮叮叮叮起来，叮叮叮叮，你要叮叮套装看一下，叮叮套装，我就觉得是很人才啊，就这个鞋子对了。好，你这个鞋子就是脱一下鞋子，以后
大家就可以标榜说什么想要修装吗？不需要去中介哦，来我这边就好了。来中介，可是他的酒没有很多，你要注意哦，他很不小心哦，惊血哦，不小心会爆开哦，就准备一个中毒药水就好了。对啊，中毒药水会控制，不用啦，吃毒蜘蛛。蜘蛛眼就好了，马铃薯啊，对啊，蜘蛛眼可以的、啊，蜘蛛眼那么多、哦，我在等等你们的河豚。这个刚中间有一只河豚呢，我刚掉了它。他自己，哎，他自己，这请你吃，这请你吃，请你吃。有，这边有一只河豚，他自己这边真的。蜘蛛眼是吧？对、啊，这里河豚、太饱了，吃不下。这里，我这里。哎，他中毒会控耐久吗？不会，单纯的中毒不会啊。嗯，控对。杰哥，好了吗？好了，好了，我好了。啊，只有一下下而已。嗯，就是你碰到他的时候啊。我回去喝中毒药水。修装。很怪，享受方便哦。修装喝毒药服务。碰到喝毒药。碰到。我的刀有毒。对啊。我的刀没有解药好小雨干嘛你要小心耶、欸、很久以前的梗图哦我说你要小心耶、欸、我没事吧我是说刀又不是说啊我也尴尬啦你怎么了怎么了啊他不让我冲啊哦、oh? 就是钱啊哦刚好卡了、欸、可以耶他会跟你原本的用扣的那个应该可以啦我是换道具换不出啊哎水稿究竟会有一把神剑诞生呢还是陨落呢我总觉得还是等一下陈述好了你等你小心贪心隶属这样会有贪心隶属啊不然你小心贪心隶属贪心隶属让一下啊贪心隶属贪心隶属我家喝中毒药水来趁现在贪心隶属来喝水喝水喝水不要跟人家抢来喝水来喝水现在没加成啊我刚才想说你知道拿宝贝球去砸他那个贪心隶属砸晕他吗先砸晕他我就先把他收已经变成贪心隶属了好像他好像是直接加在身上经验值，而不是直接给经验球。哦，所以用不到啊，经验球修不到、啊。我改一下、啊。可是我身上伤还是感觉会修到、欸哦，不会吗？因为我看数字都没在变，所以应该是对、哦。那你刚修是修？我先修一下。还是你刚刚是别吸到别的经验球？我不知道，我觉得超好修，我只听到他那边叮叮叮叮叮叮叮，很白痴。你岳父先是附魔，快点，这里有河豚，要不要来玩？河豚，我这里。我先附魔吗？附魔，对啊，你看我这个也是啊。我做不久。这个，右边，我放在右边。附魔，我在想要不要上去？是有的吗？哦，有哎、欸，好像可以附，感觉这个可以最后再弄。想说你这样好像很浪费那个重置时，没事，他也没充到好的数值。叮，啊，这样就可以修装了，修装喽！有了，有用了，小雨不用怕了。可他已经不是一般的钉钉鞋了，真的。真的可以说，是强化钉钉鞋，对，它是修装强化钉钉，变钉鞋了吗？可以说租借整套帮你装全部修好好，然后附赠毒药一点。哎，财富密码，哎，财富密码。对啊，然后没有，我就养一只那个河豚，就是用玻璃片装着那种。哎、啊，你们说，哎，那边请哦，那个位置，那边去按摩。鞋子穿好，站着好，可以开始了。站好，站好。可是你被河豚蛰，不是会控耐久？你单纯喝毒药不会啦。不是你控耐久啊？你叮一下不是回来了吗？哦，也是哈、哦，还修更多，超好修，好像蛮棒的哦。我在补装备了。有哎、欸，你说啪叮啪叮啪叮，对呀，啪叮。
原本没有，你要快一点，我们水池里面有河豚哎，你要不要去一下？对，你要不要泡一下？泡一下那个我们那个水池。不，我现在身上就有全新足疗哎。有没有看过医生鱼啊？那个、啊、医生鱼吃那个脚皮的那种。对啊，哎呀，那个感觉很恐怖哎、欸，那个鱼的嘴巴。那很痒，超痒。我觉得密集恐惧症很可怕。还拔你脚毛、欸？等一下里面混着一只那个牙齿。迷唇姐吗？牙齿超利的鱼。吓死人！等下里面会不会是迷唇姐会在你的脚上种草莓？好恐怖！先不要，好恐怖哦！哇，这样很快就会死掉了，不行！我的吻不能拒绝。哎呦，恐怖！好笑。你好像一个活生生的音结合站在旁边。校长在吸毒啦！吸毒哎，不能这样哎，不能这样哎！我没有吸啦，有没有？要不要我卖卖你们，卖你们！啊，你这样子会更重，不行啊！更重哦，这不行啊！没事啊，我没打电竞啊，没事啊！不行啊，不行啊！就算没有打电竞也不可以吸的，不行啊！好。哎呦！你怎么变快？你怎么加速？你更毒了哎、欸！你的瘾头是越来越重了。对啊，需求越来越大了。那你要不要被烧再被凋零看看？等这样。对啊，我觉得他应该会先死。这边有凋零，这边还有凋零花不是吗？还是没了，被拔掉了。凋零花不是上一次就跑怪哦，怪上次都坏掉了。对啊，最近压力很大吗？导演属性已经全开了。哦，最好是导演查他，快点。查他，查他。哦，好棒哦，那秀装备好棒哦。好怪哦，他真的好怪哦。你到底中了多少状态啊？还是应该就直接点鸡尾酒好了，现在。对啊，鸡尾酒它超多哎、欸，那个没办法，我觉得。他要先死了。还是养一群怪好了啦。然后把你丢在那池里面吗？当降头那边之妖。哎，上面还有60滴而已。哎，笑。脱妆，然后用拳头扁。哎，不要躲我！哎，等一下，把人家一起夹到呢，不行呢。不可以吃。太危险了。哎、欸，很好，很好喝啦，来啦，吃一口啦。不用，你要不要热热的东西啊？这个。不用，不用，不用热热的东西。好了，好了。哎、欸，小雨，这还你，还你，还你。哎，小雨。你有钓到鱼以外的东西吗？有啊，我钓到钻石。嗯、啊，你今天都钓不到是不是？我今天都是钓鱼哎、欸。我只钓到绿宝石。真的是钓鱼了，真钓鱼啊！钓鱼，钓了这么久。再一次，再一次什么？再来一次，中毒一次。不是啦。先刚刚那个洞不好，钓鱼率好高、哦。对呀、啊。不是、啊，我今天钓河豚的几率好高哦。他在岸上也钓超多河豚的，他在岸上是今天第四条河豚的呢。我已经七条了哎、欸，太多了吧？可能是河豚加倍重。哦，凋零花可能会比较快。对耶，地狱、那個、地狱的那边有啊。不是那个什么熊猫馆前面也有啊。不知道还留还文本放的啊，他们说每次经过都踩到就拿掉了。那就要去地狱的那个堡垒那边。哦，你是说那个压制的地方？对啊，压制那边就应该会有蛮多的。哎、欸、啊，那个嘞，不是中介那边就有一大堆啦，一头阿古。哦，对，中介的路还没建好。对啊，你们不是要盖个三级吗？你们今天在玩别的东西。今天有5倍券嘛，就想说对，券先花完再去工作嘛。啊，
有钱先花钱，钱花完再去工作赚钱。哦哦，原来如此。对啊，所以你要去赚的吗？我先，我还有还没赚完，还没赚完。好像我一个朋友啊，啊好像我一个朋友。他很猛哎、欸，你说每次赚一大堆钱，然后就是辞职工作。然后他，对啊，就是赚了一笔，然后就辞职让自己放暑假。放暑假喽！猛的像一头牛呢，猛的像一头牛是怎样的，对吧？我们打 boss。哎呀，这个刚刚装备快坏了，赶快先修一修，然后再去，等下再修一波，再修一波，等下再赌一波。有人在足疗了，那我好想疯狂去拿一堆去洗这个或这个词的。哎、欸，那你，我觉得你可能有个比较简单化，就是你把你想要的妆拿去给小雨，叫小雨去弄了。那大家通通给你脏湿的。欸、我帮人家都敷很好的，好不好？哎、欸，这帮自己敷的很奇怪而已、哦。小雨帮我敷的都敷超好、欸，哎。对呀、啊，我们几个敷脸都很。抱歉呐、啊，我帮你敷那个什么经验什么鬼，没事啦，没事啦。有谁要 boss？ 这是我。不能单，我来啦！几星几星？你刚刚有没有想自己单，对不对？你们想单，想要自己单，给我单不了。哎，我可以，我单得了。哎，我可以喂，我可以喂，我可以喂。哎，小心！我射一排血。他打不痛我，他打不痛我。我可以喂，我可以喂。哇，哎呦，好啊。杰克，你太无情了！你太无情了！我有幸运，我有幸运。几个人？几个人？一二三四，四个人。我贪心地鼠，没有贪心地鼠。我对，我们控制了那个网的心理。我没看到啊，我没有吸到。有啦，你有看到？有啦，我刚刚会过来了，我刚传回来了。对，其实有的。哦。不死哦，这个已经不死氪星了哦。哦。哦小雨好像在开趴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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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的。滴滴小雨。滴滴小雨，叮叮叮叮，足疗啊！啊，这边好恐怖！哎，没事，我没事。这年代，年代，嗯，他怎么一过去就叮叮叮叮？快笑死！有个人说干爹妈符，他们没有玩出这个东西来，没有附到吗？没有，他没有附到这个啊，可能有吧。他们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出来的样子，就没有那么多、哦。他们就讲、啊、没有，我要伤害啊！哎呀，这个是少量，那么废不用。所以真的极致伤害，所以你要去命名这些河豚了没？命名这个，对啊，河豚身材工具一，身材工具二，足疗足疗。有没有你要帮他取修补将，然后放哇用条哎，修补小将，修补小将，他爆青筋吗？哎、欸，真的太多了，我要捞去你那边了。我这边有五只哎、欸，我不管，我真的今天是狂掉哎、欸，今天超多啊，六只了，好夸张哦，没事，我连两只河豚哎、欸，这个几率超低的，没事，我帮你把酱油这边也捞走。好棒！我听不太多鱼了，好难捞哦。河豚加倍中哎、欸。对啊，超扯的哎、欸，真的超级多。是谁掉的？这有个雨水桶哎、欸。啊？哦，我的吧。是哦。我根本不在那边。大家先说我的吧。大家都先说我的。啊，大家都学会了。这样啊。大家都学坏了。我说哦，我知道，不会是他记得。这样就好了、哦，可以。哇，你这河豚大放送哎！然后又一只，又一只，多。我现在已经全部装都修好了，好强、啊，消耗一点光碟好了。好狠哦，掉到现在才第一件装备。
我先酿中毒药水。你要玩那个？你要酿中毒药水吗？你来这个足疗啦！你看这个足疗，足疗你不要打，它还是会有扣耐久啊，碰一下就好啊，忍耐久，碰一下就好了。碰一下就好了吗？好吧，我来足疗了。一下就不痛了。拔牙也是这样子啊。又回到话题了。你知道刚刚聊天是刷一次刷一片，但我想说，对啊，我们在聊别的，我们就先往后拐、欸。我真的没在刷哎、欸。是安安的，是哈基今天拔牙了没？拔了没？今日拔了吗？今天哈基拔牙了吗？我们这个足疗很动感哦，你跳下去一次你就知道了。对啊，那天哈基有自己来跟我说，就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讲说，哎，团团，我觉得我心里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超好笑的。那是他拔牙了吗？还没啊，没有，他就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像因为他不是说，你是说这周嘛，对不对？对啊，这周要出去。他说这周出去完之后呢就可以了。哦，可以，你可以坐中间。好，我来。你会被弹来弹去。我刚刚听到你跳中间，我下意识差点往岩浆跳，不知道你干嘛。讲什么？我是恶魔的型男呢，你会跳中间，很有趣哦。跳一下嘛，跳嘛，吓死！哦，有问哦。那耐久越来越低了呢，这没问题吗？你不能一直泡打。你不要泡太久了，你泡太久了啦。我觉得你还是喝毒比较那个啦。不是，他是喝毒比较。哇，就比较好一点。反毒大师，哎呦。哦，因为经验值现在修其他装，所以你这个鞋子会厚。哎，不对，可是其他装也会被厚耐久啊。啊，你不要去泡那个啊，泡一下就好啦。要泡一下，浅一下，泡一下，浅一下。对啊，好吧，那我直接去喝中毒药水，直接喝毒了啦。压力太大了啦。你看那个右上角，你靠近它就把你弹开了。中毒药水怎么亮啊？就蜘蛛眼就好了。你要亮久一点，中毒二，你就可以。不用到二吧？不用，你是加那个啦，加红色。会太快吗？下更比较快，更快一点，好像应该也不错。应该还好。他想要强效，我跟你讲，他可能一阶的满足不了，他要二阶的。哦，你真的瘾头很重。我跟你讲，他后面就很危险呐、啊，不行嘞、欸，成瘾嘞。他后面就问说，有没有人烹饪药水是中毒死的？去看看有没有，对耶，好像还真的有哎、欸，我看一下。光做饥饿的啦，有中毒的，我好像有哎、欸。中毒药水放哪里？我觉得是你就会登掉了呢、欸。对耶，有哎，去毒六哎，六二十二秒哎、欸。等一下，他故意喝那个什么二十二秒最后一秒。哎、欸，我有一个剧毒3:52的。你喝了吗？你喝了吗？你喝了吗？喝了。哇，我剧毒8:1，你剧毒8:1啊？那我要在旁边看。我在看他啪了。看你30秒过后，30秒过后挥你拳一下。他是要跟我挥拳，你就直接死啊！没了，剧毒吧，都一样哎、欸，速度没有特别快、欸，啪啪啪的速度一样啊。对，只是伤害比较多，人还是有无敌时间呐、啊。对啊。哦。好，在原地跑步。你这等于是用生命在修装，你知道吗？你在用血量补，献祭我的灵魂。对，你在装备上面献血。天哪！而且吸血装哦，你不一定要穿在鞋子上，不是吗？拿在手上也可以啊。拿在手上的话，有道理。没有，因为有些我的主手拿的是我会绑定的鞋子。哦啊，穿上去了啦。凋零，还有凋零度。放给你啊，这个给你。抖 M 大赛吧。对啊，你确定要喝凋零吗？你会死哦！这样你会死，你会死哦！至少会升级啊！我在扣血太久了，那你上分52秒很强哎！太久了，我们来等最后一下，走，快走！我来当骑面族，骑面族让你猫车，人家火场怪力有没有？最后一下被骑面族打死，尾刀好，真的是哭哎、欸！
你怎么跑掉了？我要去补血啊！这里那个那边吸不到做那个烽火台效果。你为什么不直接在那个啊天堂那边啊在那边喝就好了？对啊，在天堂喝就好了。你要去舒服一点的地方喝嘛。好慢哦，这个只有三而已，中毒三。不要打我，那都被奶酒扣了，再要补他更久。更久一点。我想看你更久一点嘛。去拿去拿凋零，凋零会有没有用？凋零。啊，这好久、哦，3分42秒。你慢慢凋啊，让你更持久。啊，不是有凋零花。对啊，那、欸啊、可是在哪里啊？在团团那个熊猫屋前面不是拆掉了？不是拆掉了。哦，去中地狱拿一个回来。还是你们有没有家里箱子有？我没有，没有。Nope。嗯。猫猫猫猫猫猫猫。你知道中介在哪边吗？你去那边有那个啊，凋零花的农场啊。嗯，中介的中介好像有，我有盖一个啊。对啊，反正有盖，就是凋零怪一直轰炸那个轰炸那个安德的嘛。你那个经验在安德塔吗？右转就有了。不是啊，你都去那里，为什么不打安德塔就好了？那他想把花运回来啊。我只想拿一个回来而已啊。对啊，他想要被打。哦，他想要受一点伤，然后获得一些经验值的这种享受的感觉。偷你们讲，享受的感觉。他要告诉大家、啊，他要告诉大家，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啊！哦，对，好励志，好励志，太励志，对，励志，励志啊！对啊，没错啦。啊足疗师傅太多了，我要遣散他们。养不起了，养不起了，养不起太多了，所以生意不景气啊，只有一个客人啊。哎、欸，不错耶，是不是坐矿车啊？地狱坐矿车是去哪里啊？坐矿车对啊，是吧？不是上次你们弄的吗？啊，坐矿车啊，对对对，没事，坐矿车。地狱很不熟。那路不是你跟女月上次铺的吗？不是，我说地狱的矿车。哦，是去地狱堡垒吗？是啊。对。吗？吗？应该吧。是啊。会不会团团的断轨其实盖在地狱呢？我们看下去。这我就不知道了。等下听到尖叫声就知道了。是这样也蛮猛的啦。啊，是谁车子没有收啦？有人回家了，凋零花，我来了，干走一个，不会发现的，多带几个啦，多带几个、哦，嗯，干走一排，好啊，睡啦，好棒，好耶，赞，啊。打海草可以耶，正上面可以，可以耶！哇，那个要小心耶，就那个就是对肉，会出人命耶，对，那是会死的耶，中毒不会死耶，修一修连命都修没了。对啊，献血献太多了。我没有吃，气死！你那个可不可以改成套装效果之类的？三度十万，那套装效果？对啊。这样小雨会哭欸，他感觉就是会、啊、嘿，你会哭吗？我不会啊。如果你有个套装效果的话，因为那不是我主要装备啊，那一套就是我拿来打宝的时候才会拿起来用，因为他有加那个幸运，就是打宝装、哦，功能装。对。哎呦，今天幸运好无感啊！我今天是水逆啊。哎呦，我等下应该去抽一下，看看我也会不会抽到同一个个性。真的，十九分之一。对啊，对，哈记，哎，因为不去采莓果虫啊？莓果虫会耗装备、欸，莓果虫会受伤。哦，对啦，可是凋零花，哦，所以凋零花也会吧？凋零花不会掉，莓果虫会吗？那你站在莓果虫跟凋零花中间。两个都想要双倍，一只脚踩一个是吧？
然后对 你应该在水池边放一个美果虫，一个凋零花，一个河豚。哇，这是三重天呢、欸，三重享受。哎呀，走过头了。怎么了？怎么走过头？被电被花咬到了。中校长。哦。你是装备多少啊？你怎么还在修啊？你怎么还没修完呢、啊？修完了，修完了，修完了。因为我刚刚跑去打副本啊。哦。哦。耶、yeah, 嘿。打一打，好用。好，你要先打，那给你的。好。我要去磨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看不能弄出这个。对啊，哎、欸，我好想，我好奇你要用什么。我那天用到一大堆啊。那你至少要帮他复修补啊，不然他很容易爆掉。对。我在想有没有其他修补铲，来来来，拿去弄一下。修补的这个没有用的。耶、yeah ！这样自己的头都可以用到了。I'm under 头。哎，现在打 boss 还是会掉头吧？有啊，刚有掉几颗头。最后有啊。耶、yeah ！速度的，对不对？哇、哦！怎么了？请说。没有300攻击力。哦，哎呦，好棒哦！加15，刚充的那个五张卷过的30%，耶、yeah ！哦，香香的。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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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个觉、啊。嗯，我怎么叠不起来？咦、欸？修补铲子，哇！攻击加一排烂，来。摸来看来看，修补二，没有吧？你刚刚那个再放回去，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交织诅咒四啊！你在想什么？哇哦！你怎么可以漏掉这个嘞？我是在干嘛、啊？好酷哦！哇，是嘞，好酷哦！是多想要消失啊？这是会消失到哪里去啊？什么？加一排，集中苦力怕低几率获得经验值。我也要来磨，我尾巴就可以磨了。大家都磨磨。我尾巴更强。磨起来了。可以 TP 我，我在。好吧，那我再过去看看。我在。啊！我要死掉了！哇！不待见我了。待机的。太强了！你以为你可以？我以为我可以。啊，我衣服没有换啊！对，我刚好看你穿翘翅。对，哎呀，你不是我啊！你不是你不是我啊！我穿翘翅进去的、啊，我忘了。有两个观众了，好，杰克来吧。我的魔石，我在找一下我的魔石。你怎么来我家？我以为你要不要立即伤害三啊，很嗨、欸！这是哪里啊？哎呀，这我家。哪里？这是你在盖的隧道啦！这是哪里？我的妈！这是哪里？我一颗吧。嗨，来看热闹。我换一下。来了。嗨，这里吗？对。我一直都在用的剑，哎呦，哎呦，锋利七耶，来掠夺三而已，够了啦。没事啊，这只是拿来打怪，我很够用了。哦，然后这样，你要新二次回响哎，新做的长这样。哦，好了，来喽，干了，哇，获得经验值哇！
说有就有哎、欸，好赚哦，好赚哎、欸，好猛哦！我获得经验值啊，我也要来抖 M 一下，你也来抖 M 啊，好赚哦！哎、欸，今天是怎样？真的是真空哎、欸，抖 M 值，我还有，这今天是真空哎、欸，说爆他就爆，说要有他就有。今天是抖 M 之夜，我的天哪、啊！哇，不过那我要修装了，太狠了。而且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哎、欸，它是武器。对啊，你的武器从那边换。这样以后你们是不是那个中介塔最后就只剩下可能我去啊，或者谁去？不会啦，那边修比较快啊。这个对啊，那个真的还是那个真的是超快的，对，嗯。修我的巧思。不丢，我把矿车带回来了，再出来塞回去。所以说吃蜘蛛眼就好了吧？嗯嗯。那哈基是撞河豚还是吃蜘蛛眼啊？都试过了，他是喝毒药，站在花上面都一样。对，小雨小雨，橡胶灵花。小雨小雨啊，你的酷酷哎、欸，你的哪一件装有借我？茄子。哎、欸，你等我一下，我打那个。你要加倍对不对？我看会不会双倍量，应该会吧。应该会吧，照理来说。不知道啊。我打完一下副本。他是受伤，但是没有说你的伤害量多少，所以你次数越快的越好。倒是算一次。但是人好像本身有无敌时间，所以好像快就那样子而已了。再怎么样就是那样。有个极限值啊、嗯。对，因为我之前看过国外有大佬，就是他们在打那种就是人家指定的地图，然后那种高伤害的、嗯，他们的打法是喝恢复药水，再喝。高强度的中毒药水，嗯，让自己就是只会受到中毒药水的伤害，然后又回来，不会有其他，哎、欸，好扯、哦，对，利用那个无敌时间那样子，哇，细节到这种程度，高端玩法哎，对哎，太扯了，拼拼拼，好有趣，看别人好有趣哦，看别人好有趣，是不是？看别人玩很有趣，你，来这个来，凋零花了，来了、啊、来了。哎、欸，哇，比较快，哇，比较快，还，哎呦，很快，很快，舒服了，舒服啊，来等着这个送你。哎、欸，你给我一些。我会死掉啊！剩半血了。哈哈哈哈哈哈！干嘛？你们在笑我？哎、欸，哎、欸，糖糖。没有，我想说，我想说你的力道不够，我刚刚用火把帮你打一下背。然后感觉背热热的，谢啦谢啦，热热的，感觉到热热的，热热的，那边半血，笑死！你要不要那个？上去给你拿，这个。然后不小心敲过头，就看到谁谁谁杀了谁。那我伤心，所以我应该可以拿来副手吧？应该可以吧？你试看看，有比较快吗？那个钉的声音是感觉比较大声啊大声大声有用啊然后叫你戴在手上不是拿在手上好我看一下指令写法应该是有哦会两倍会两倍哦回很快耶套装效果跳刺要修完了好修好神奇那个钉的声音真的比较大声这群人到底怎么了好怪的看到新玩法，大家都在玩。没有，刚好又用到这把剑啊！你又来了，都被全修完了，谁啊？修完了，修完了。我在赶海底隧道。哦，哎，河豚真的太多了。他说下面要放冰块嘛，所以想用三格。啊、哦，高三格打洞，我一直打洞。是不是该装进来了？打 menu 啦，menu 啦，打 menu 啦，选单呢，快速选单。啊 ！Hi V， 怎么了？刚刚什么声音？熊猫叫的声音。熊猫的叫声。熊猫怎么叫？我被逐聊了。无聊，你喜欢吗？你喜欢吗？不喜欢，我不喜欢。你喜欢接哪个服务你的？都不喜欢。他没看到中意的啦。哦，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好快哦，这速度！今天迷春姐没上班。迷春姐没上班。姐姐没上班。哦，他去喊了，喊了。另外一边。哎呦，我先到这个干的地方。哦。
先来烧个海绵啊。嗯，可以放地狱啊，直接干。哦，会哦，会啊。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可以试试看啊，至少再挖回来而已。嗯，海绵用什么挖会比较快啊？剪刀吧，还是都一样吗？用你的效率十二，效率十二，已经很快。我要讲证明，他是证明他是有。我刚刚想一下，十二二，哎呦，哦，哦。哦，海绵好用哦哦，我还真的不能这样，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哎、欸，可以这样用，嗯，哦，我也不知道马铃薯可以引珠啊，对啊，还有哦，马铃薯可以引珠哦，你看又一个就新增了，对，没有人知道，他如果出在那个麦块知识网，我也会气死，真的，我也会气死、欸，怎么可能？大家全死有没有？怎么可能啊，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胡萝卜。对啊，怎么可能？又没有马铃薯钓竿。对啊，他应该要吃马铃薯钓竿呢、啊。哦，甜、啊，还有甜菜根钓竿呢、啊。对啊，甜菜根钓竿呢、啊。那太多种钓竿了吧？然后还要那个凭个人喜好啊，小麦、啊、鱼钓竿 啊， 啊，对不对？鱼钓竿吸引什么鱼？海豚？哎、欸，之类的、啊，对不对？看我们能吸引美人鱼的猫咪啊，美人鱼有没有铃兰钓竿呐、啊？有啊，现在有啦。你可会钓到贪心栗鼠了。钓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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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贪心栗鼠。我是谁？是不是？我是谁？建议有没有？究竟是哈基还是贪心栗鼠嘞？把那个贪心栗鼠，然后用黑的，对，然后里面是哈基，把那个样子披在上面，好恐怖哦！晚点来玩，那就反过来啊，有没有？一样是那个史蒂夫的剪影，Bingo！ 有人说锄头挖海绵比较快、欸，啊，是锄头，那是头真的假的？哦，所以是跟那个甘草棍一样哦。他说也要用树叶割大块，甘草块用锄头比较快。哦哦，这是新的知识。那该布个十二效率的锄头喽。对啊，锄头，你只要挖几颗？为了挖它。工欲善其事啊。哦。啊，我想来磨一些垃圾了。我也很想哎、欸，想看看还有什么。我刚磨一个稿子，是要丝绸一变丝绸四，不知道你干嘛。一块变十块。哇，好丝绸。好丝绸。好丝绸。哎、欸，我觉得这个凋零花方式也很不错哎、欸。对不对？不是鱼钓上来，他们会被凋零到死掉。哎、可是你这样少练到那个哎、欸。你少少练到打怪啊！哦，这里有。喂，来磨一些垃圾好了。你我一排钻石装的垃圾，你多带一个魔石给我，哦、我要玩、啊。没问题，我这个十颗。刚刚提到锄头，我拿到锄头来玩玩看会是什么？刚刚好。嗯。让你独喝。对，你不觉得每次上天堂都要转一圈吗？真的。对啊，好像是哎、欸，每次都是转，好像那个你看的方向是往那边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盖完之后啊，就发现哦，原来面对方向是那边哦。小雨的锄头，骷髅的锄头，骷髅有额外经验值。来后后后后后，哭了哭了哭了，我想说什么？我的锄头吓我一跳，料池这已经变成小雨了。对，出了什么事啊？附魔，这是碰到附魔。对，我们没有附魔啊，又是附魔。没有，他是那个随机潜能，嗯，给我额外的，我要看到额外的特殊，你要参考，攻击力多一排，攻击对多一排，击中蜘蛛，小雨的鞋子，我要抽齐黑暗大小雨了，黑暗大小雨，黑暗大小雨，那到底是大还是小？啥也没变、啊，到底是什么呢？
我还有金帽帽，来，给我一个抖 A 帽帽。没有。抖 A 套装。抖 A 斧头。速度。没有。对对。我听到你被咬还是叮叮耶，真棒。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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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经验啊。啊，好痛哦。这个人。太 N 了吧。还好吧，出出一个抖音套装。哎、欸，我们好像可以耶，超快速回回那个。对啊，好像可以来制作一下哎。你就穿抖音套装，然后那个你的副手就拿你要回的东西，超快。嗯、没有找到冰原地形吗？冰原。有也不知道在哪了吧？因为事件这是之前的、那個，对啊，那不是抓了，嗯，对啊，已经变了。啊，送啊不？没有。啊，送没？我要等校长有空，我要给校长看一下。校长，啊、看这边。你怎么鬼？我来帮你的泳池放泡澡粉。泡澡粉，泡澡粉，什么东西啊？好好奇哦！哦，就是丢一颗球下去会那个的吗？干嘛、啊？我不看什么东西。哦，这边，这边多少资源啊？这边超多啊！这边超级多，干嘛啦、啊？是谁姨妈来还在泳池游泳啊？哦，什么？哦，下去泡澡了。吸吸，帮忙吸，帮忙吸。泡澡，你干嘛？这样子走。没有掉那个。好笑。哎、欸，这是超多哎，而且我是挖了一下去下去。还好我包包是满的。我们在这里征求勇者哦，下去洗。你说去看一下到底里面有多少，对不对？对。等一下我下去，等一下我下去，我也蛮好奇。放到介符盒里。我要穿十万格，我要去探险。哦，你要去探险了、哦？对，要去探险。reload 啊，探险到一半就 reload 了，对，还没探险，还没出门就 reload。等一下，为什么越来越奇怪？我只是帮他放泡澡粉，怎么里面有生鱼啊？不是啊，泡澡变多了，泡澡粉不是东西化开吗？有没有？里面可能会有玩具啊？这是假的，是不是啦？我原本是、欸，那泡丢太多泡澡粉太营养了啦，我丢的。我被传进去了，是不是？我的墙是被传，好吧。好惨哦！好，你们看一下你家。好狠，好狠，好狠！你干什么？啊！这红丝粉真的很多哎、欸，好扯、哦。小雨，你是什么空间啊？没有。来哦，来哦，下红雨了。有真的有了，有了，有了，你有空间对不对？有了，有了。我的天、啊欸！我只有吸到两次，我只有从哪里吸到，其他包包都填满。没有了，我不用了，不用了。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了。没有了，我手速很快的。呀，各位。你那个很像这个，好像满地都是可乐。这是王国捡西瓜片的方法、啊。看谁会吸满啊？没错。不是，他已经把我传进去三四次，都在我身上了。我们要先想办法，先弄东西把包包放满啊。对啊。真的不会中招了。等到你有没有空间啊？有了，你有我吗？我一大堆东西摆出我的床啦。我的床都是垃圾啦！我的床，你怎么也在丢泡澡粉啊？不要，你就不干我的事。为什么你们还丢一大堆唱片啊？好爽啊、哦！好油、哦！我只是把全世界的路都吸过去。
全部都在那。我的床变成那个垃圾场了。垃圾场，对，现在光碟没有捡到的都被你吸过去了，有没有转转烂转？没有，哎呦，转哦，对，你看光碟转呢，转。啊！什么箱子还有塞红石进来的、啊？他每个都有红石吗？还有。阿翁刚刚就闯进你家，然后看一轮之后就说：“傻，下红雨咯，我在装修。”Bingo！ 哎呦，好好笑。烟的烟死。烟的伤害也算哎、欸，什么烟？烟的敲一只河豚哦，烟死哦，窒息伤害哦。对，那你直接就是两个。对啊，我浮起来了，我浮起来了。没事，他在里面。那你挖两个高，用力死把自己闷死就好了。欸、对耶，死机也是一种方，也是一种方法哎、欸。你就采这个凋零花就好了。他在想，他在找各种能自虐的方法。对，哇，你是 Happy Tree Friends 哎、欸。窒息会加吗？就是受伤就会啊。我不小心弄掉岩浆。嗯。这才有那魔化过，然后不要的装备被吸过来了。乱丢。那是杰克的。我刚刚抹的啊，杰克。我一堆垃圾，哭啊！你是吸到哪？我就把全世界的垃圾全部吸过来了、啊，就现在在这里啊！它里面有垃圾喷泉。你要不要再吸一次啊？全部过去了，全部过去了。哇！它一直在那边弹，好可爱哦！笑死！哎，跑下去，跑下去。这样真的是无形增加经验哎、欸，好好。对啊。是不是当初以为的垃圾其实是宝？对啊。也没有当初啊，就今天啦。那为什么今天而已？因为有河豚呢、啊。对啊。今天超多河豚，然后对啊。你感觉是河豚大概是平常三倍吧？他感应到你们想脱光哎、欸。还是有附，还是有附魔师被河豚咬到，有机会。有经验，打河豚有几率掉更多经验值。哎呀，这个掉落越多，是不是会被弹越高啊？我知道哎、欸，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你知道吗？你说挤压有挤压，他们啊，他现在就一直往上喷哎、欸，那个头朝那个怎样？在哈基家门前，那很可爱、欸。垃圾喷泉，垃圾喷泉，垃圾喷泉，对啊，你看你们丢了多少垃圾？我想问你们哦，就是好笑，你们有再多打到珠子了吗？没有，今天绿烟都没有掉了。没加，没加，我改了一下，我刚改了一下，好像应该有了。哦，有了。刚刚想说有烟的都没有掉，怎么有吐了？不知道哪哦，酱油，不是我，是他。你跳下来摔死你！你为什么要去吓人家？你以为？你以为在外面就没事了吗？看到了、哦。等一下，我刚刚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是兔子直接跳下去，我差点大喊翻身！你怎么死？没有没有，你都没有讲。没有，他差一点讲，差一点讲。我差一点，后面想想变好了，以为现在正在热身。你有录影吗？我看那一段。没有啊，可以回放吗？那个，我以为这个会勾上去，没有 VCR 吧 ？VCR， 对对 VCR， 对啊 ，NT 啊，啊，谢谢啊，你不是 T 的意思吗？好像是 TN 啊，我觉得不要乱用这个词会比较好，它的含义还蛮大的。MR， 它很广，很广。你可以讲 MRT， MRT 不是捷运啊，捷运啊。不会吧？啊，可以简单讲成 NK 啊，我去做。你是要讲 TN 啊？讲错了都。TNR 吗？天哪，是那个啊，宠物结扎的那个啊。对啊。哦、oh.。还是你是想讲 BNT？ 我觉得现在我还是随便乱用好了，因为我先去把意思搞懂，搞不好只是我把意思乱用。哎、欸，你上。讲这很糟糕哎、欸！我要带我的宠物去 NK 啊！什么鬼？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再讲了，这个吃喝危险，不要再兔子杀手，不要讲。这个，我们要请那个不可以色色柴犬出来。对，这是不可以色色。有请我们的阿旺。哈，欸、阿旺不是柴犬吧？等等，柴犬不同犬种啊，不可以汪汪。他不同的、啊，使用魔法卡。今天可以色色。欸、我之前有看过他一整套的那个梗图，我觉得好五十几张不是吗？是找那些柴犬的、哦，好可爱、啊，很酷，也、欸、是超酷的，超可爱。我看到那个人的赖的对话了，就是我可以色色，不行，只用陷阱卡，不可以色色。我要特殊召唤色色武士。超高级。那个不可以色色是从哪来的、啊？就是一只狗狗坐在那个啊，狗狗啊那个推那个什么购物车上面，然后就被训斥，对，被骂而已，然后就加上去不可以色色，这样来的。然后这个，你之前球球不是有分一个文章吗？嗯，他说有人说打 TNT 疫苗，这么太疫苗太危险了吧？然后打进去会在身体自爆，然后竟然在针筒，有人在针筒里面就是 PTNT 的途径去。人呢、欸？真的、啊，他是超人，他是苦力怕吧？他是苦力怕是这样来的，太危险了吧？真的是太危险。然后我看到不是有 BNT 疫苗吗？嗯、然后就变 BTS 疫苗，不对吧？到底要讲错多少东西检测？是打那个酱进去吗 ？BTS， 哎呦，我的天哪、啊！对，我要去找冰原。对。不可以射射哦。哇，我有一双玉水鞋鞋。你有？报告哈记，绿叶还是没有球球。他怎么会没球球嘞？你要问球球。怎么会没有球球呢？他怎么会没有球球？还是没有。还吧。哎、欸，真的，我今天的幸运好不幸运哦。嗯，我今天掉也掉蛮少钻石，有人偷改数据不说对不对？对呀、啊，有时候那个数据是被偷改呀、啊。啊，10%改2.3%啦，改这么多吗？哦，是用大数据去测了是不是？啊，花了几百万嘛。我们掉了几百杆。我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正常了吗？改了，有感第一杆就是防爆。哎、欸，对，我今天没掉过防爆、欸，哎，我真假？我今天掉三张而已。你，我今天没防爆也没钻石，就是、还好。我今天都是鱼跟黄金。我钻石今天真的很少，我平常大概可以掉个快一组。对啊，今天只得掉大概15颗。天哪，7颗绿宝石。哇，我低几率力量4哎、欸。低几率，就那个魔化、哦，我知道，用到一个玉髓血血，哦，然后就直接魔了。那这样子怎么算？什么怎么算？就是他本来不是已经有，就是他的剑会超过力量4的话，这样要怎么算？那就是力量再加上去吗？力量去啊，对啊，剑会有力量4，什么意思？就是，哦，我没事。你是力量跟风力搞错了，对对对，我搞混了，我搞混了，没事。那力量风力搞错了，啊，没事，我误会了，没事没事，我知道你误会了。哦，还在跑图，会可以卡一下下哦。哇，重灯，我不信，怎么是钓到鱼？重开游戏，重开游戏，都幸运装了，怎么都是鱼？我也都是慢慢掉，嗯，蓝冰找到蓝冰了，蓝冰，白冰，蓝冰啊，我没收手，没失手，没失手，他没有失球机器。请问你要快还要更快吗？还是你要我们有一个最快的？对，还是你要最快的那一个？都行。还是那我们请最慢的过去，最慢的过去，然后那我们请最慢的。我一个6而已的，那我以后去那里，你来我这里，
哦，好，那等一下，那哎、欸，等一下、哦，你坐标，你记坐标吧，记坐标吧。我不是打贝壳肉，不是贝壳。谢谢红吗？有没有人可以借我们传一下？谁可以借我们传一下？好了，好了，来。哎，腾腾过来，然后我去影院那里，然后影院再去传腾腾那里。啊，我就直接给你稿子就好了，虽然他不是最快的。他要最快的。哦，你要最快的。现在没有很。等一下，我先把石头丢出来。没有最快的，我可是不要的、哦。去了啊！最快的，我石头被丢出来，身上不是石头。啊？没事，我挖就有了。哦。啊， yeah, 我回去喽。好，谢谢。八，感谢。团团，你就只是个容器。我只是个工具人。工具人。完了。遇水处哎、欸，处啊！去了去了去去磨去磨，我快没磨死了，快用光光了。磨石一颗是多少啊？两颗头，两颗头。对，你知道我有讲出一些不对，是两颗头。内心深处，疯狂回答我了。你的良心跟你讲了，良心，我可以睡觉。那你有几根手指头呢？十根吗？吗？为什么叫吗？吗？以后这种东西要摸一下的吗？迟疑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怀疑自己？不是很多那种就是故意整人的，就是讲这种，就是他前面讲一个数字，然后突然再问你一个别的。有啊，这个就是那个算是故意的，故意的一个整人，还是算还是测验、啊嗯？对，算靠反应吧，我觉得。嗯，就有那种啊，不是就你说你帮我喊十次老鼠。老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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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那请问猫怕什么？老鼠啊。老鼠。小雨，小雨。老鼠。老鼠。老鼠。咬耳，咬耳。不要、啊，搞不好我们家里就有一只猫会怕老鼠。他搞不好没看过老鼠会怕、啊。对啊，这是不好说。不是他看到什么都在怕啊。嗯，奇怪。对，看到什么都在怕。小鸟鸟、啊，真的。十点了，还没啊？十点了，有没有吓到啊？有没有吓到？只有37分。赶快瞄一下时间，吓到哎、欸！有没有吓到了？还没呢。好恐怖、哦。没有，看时间是、啊、可以宝可梦了。下课了！冲网咖，冲网咖！跑网咖，跑网咖！我们就看等一下大家课后活动有多少人啊！九九，我还要上补习班。他没有补习，他没有人补习，他没有补习班的哇哇！小团，你很忙哎、欸。他重钻石喷到后面去很烦哎、欸。重钻石，那个矿物啦，矿物掉起来就飞到后面去。哦，我想说钻石可以用重的，你是装墨柱啊？怎么造？怎么造？要一些，好假啊！说那个牧场机组之类的。哦，好不好？要孵蛋，跑来跑去是不是孵蛋？让钻石在那边跑来跑去，钻石蛋。哦，钻石有数，拿出来的不是蛋的样子，钻石的样子。没有没有，他是要先是他们小孩子小时候是碳呐、啊，然后长大就变钻石这样。哦，那他成长的过程很艰辛，要被压爆。对啊，被压爆，好可怜哦。哎、欸，为什么凡心在高压的环境啊？我怎样？你家住了一只苦力怕、欸？啊？你家住一只苦力怕？我刚看到走进去了，在哪里？哎、欸，就你家里面啊？你是小我真的你是小怕吗？小怕，老师的小怕回来了。没有小苦跟小丽，没有小怕啦。一回家就高兴的想自爆，高兴的想自爆，太开心了。你终于回来了，小怕。然后就把他打死。你不是在这里，小怕又死了。所以他死了吗？嗯，送他去找小苦跟小丽了。哦，他们一家终于团圆，团圆了，团圆了，团团圆圆呀！酱油，你又害了多少兔子？
我这次没有，我这次连一只土都没有看到，倒是我看到小雨，看到蜜蜂。那你杀害了多少蜜蜂？那你对，你好惨啊！我没有，我怎么你还没有？怎么舍得弄坏他的家？我杀了三只蜜蜂。哦，为什么要杀？杀他，他不会掉东西，为什么？对啊。我想说，不知道会被掉啊，试试看。我可以看你击杀兔子几只了吗？哎呦，我要统计击杀兔子在哪？真物啊，真物。嗯哼，让我看一下，一百负二，这三只什么？我不知道，因为看它好像被清除掉了。哦，闪一下而已，还是可以观看了，可以观看。河豚加倍中哎，对啊，超多一堆河豚。河童，河豚，河豚，河童加倍中，什么河童？河童，你要跟谁？你要跟谁签？你知道哪一种？一张的还是一个的？你有找到吗？还是我还没有啊？我看一下、哦，蘑菇、夜魅珠、河豚、老鼠、老鼠、天竺鼠，啊，怎么没有兔子啊？那表示你没杀过啊，你只有害过没有杀过。你看，相信我了吧？可是你，你害过他。我只是跑过去，他就吓死了，吓死了，吓到他了，吓到他了，不行，不行，这样不可以。我只跑过去，他就跳楼了。不可以杀杀，不可以杀杀，你是说？哪个杀？哪种杀杀？不好说。你说有在宝可梦里面图鉴那一个吗？啊！你说之前跟那鸟在打架那个吗？啊！再来继续超能力系的吗？我不知道哎，那想怎么？现在团团应该是。他应该帮助团的蛮多的。他们在玩杰尼？没有哎、欸，现在他在冰箱裡面。你们在玩杰尼龟汤吗？杰尼龟汤。杰尼龟汤听起来超白痴的。哦，我的天！哎、欸，如果把什么东西都加上宝可梦会怎样？我比如把一些词，然后都加上宝可梦的东西。啊，我想想哦，有什么？要想，这要想一想。这有点难耶，这个要想一下。对啊，想突然想。嗯。奇怪呢，三合一小奇怪呢。三合一小奇怪，哪有小奇怪？什么鬼东西？我还全没有。小直小直快的，你这个 level 不太对，应该是三快的，应该是三合一奇怪吧？三合一小奇怪，我们三合一奇怪，三合一奇怪，三合一奇怪哭了，你这个包含的层面很特别，是左向的。哎、欸欸，我看到有一个好像还不错哎、欸，有应该有两个打火自己，打火自己啊，打火自己，不要打火自己啊，波波不理了，波波要哭了哦，好惨哦，好可怜哎，哎、欸，你要不要吃小火龙果啊？小火龙果，我不知道火龙果能吃小的哦。我也不知道火龙果是小的、欸，还没熟你要吃哦。我笑，哇，就是接词 battle 哎、欸，对啊，真的接词 battle。欸、你们认真想一下，打火自己有很多层面呢、欸。对啊，超多是，你是打他，还是他是打火的，还是他是打火英雄那种？对，到底是哪个？好烦哦！哦，有一个我很喜欢，有一个我很喜欢，哪个？哎、欸，他既要拔雅雅了吗？雅雅是一只龙呐，只是单纯叠字而已。没有，真的有雅雅，有啊有雅，有一个叫雅雅啦。笑死！
到底是宝可梦的部分还是在装可爱呢？哦，哎、欸，我觉得想吃，他们都好会想哦，好强哦，很会。来电阿王。不然就是节目哦，不然就是他记恶作剧，然后被然后我们被弄了，我们就说他记这个鲤鱼王八蛋，鲤鱼王八蛋，鲤鱼王八蛋，我觉得都是在最后一个词去再加这样子，我的天，他们好会想哦，我们好会想，老林子好猛哦。大家不要继续大声中奖对了。我看到一个。哎呦，我看到一个蒙娜丽莎奈德。蒙娜丽莎奈德。那也是自杀爱豆在 cosplay 吗？好笑啊，太有趣了！鬼丝通马桶。鬼丝通，不，我突然想到的，没事。究竟是鬼丝通马桶还是鬼丝通马桶？你是哪个呢？哦，那马桶应该很凉哦。哦，好羞。嗯。人才啊！我看到一个美而美若野塔，太惨了。你可能要讲前面四代一点的哈基，他们比较听得懂。哦，对，那是比较后面四代，后面四代我们跟不上啊。对，所以会可能你笑我们大家一阵寂静。嗯嗯，工程师听得懂笑话那种感觉。啊。嘴巴好酸啊！肚子好酸，那很好哎、欸，你有练到腹肌耶、欸！好酸啊！皮皮爪啊！皮皮爪！皮皮爪！好烦！我的台语超哦，吉利蛋花汤。吉利蛋花汤听起来好过分哦！这食物啊，可是吉利蛋花汤听起来很开运呢、欸。我觉得很港式哎、欸，蛮港式的啊。对啊，游泳圈又什么东西？泳圈又吗？泳圈又。你又什么了？一颗西瓜汁。一颗西瓜，哎，可不可以就是出那种菜名，他们就以后那种联动，然后就是菜名出这种，好啊，真的会笑出来，我觉得很棒哎、欸，我也很愿意去买哎、欸。这哎，这边有饮品的饮品啊，绿豆沙奈朵，绿豆沙奈朵听起来不错，可以，还符合他原本的色系，真的哎、欸，好棒。我看有个朋友帝王拿波波，波波拿波波，其他你什么？其他蒂纳豆，什么蒂纳豆？蒂纳豆，好烦嘞，好烦哦！大家想吃的吗？哇，现在大家都是吃的，想吃了，大家是不是饿了？啊，可恶！要想吃的，大家都想得很好了，给你们正店拍拍手好不好？对呀，你们不点对呀，我笑死了，笑死，好烦，这我真想不到，好强啊！哎呦，他们真的是人才、欸，好强哦！他们是开那个宝可梦图鉴，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在讲，是开个图鉴好了，我看看。他们想食物搭配宝可梦很厉害、欸，要我去看图鉴，看他们的名字，然后要突然想，我其实想不到、欸，然后是什么波克比大小之类的，对呀、啊，波克比大小以前就有图鉴了，三D 龙眼干了，哦，哎、欸，哎、欸，因为他们有出新披萨、欸，哎，有这个黑色的。脚拉打好，感觉可以吃一下，很有趣。
佛家蔓越莓。哎呦，这个主题好棒，好赞哦！笑得好累哦。这谁先开始的、啊？太好笑，燕子棉花糖。我已经开始的原因了，然后忘记了。我是说，好像可以这样接，我就来想一下这个。好累啊！这个已经不是食物了，卡比瘦了没？是怎样？啊，问他瘦了没？问他瘦了没？你瘦的好坏哦！他应该很生气，把你的路挡住吧？对啊，安抚之灵可没办法。那吹笛都吹不起来了，不用吹，直接起来好不好？直接起来把你的笛折了，直接不拉普拉多，不拉不拉，不行。我怎么突然想到一个鬼东西？库拉皮卡丘，不要再融了，颜色差不多，颜色差不多，好玩哦！皮卡丘好多哟，很多啊，皮卡丘老虎，超皮卡丘老虎，还有里奥纳多皮卡丘啊，超多，很太多波高牌了吧？阿普拉丝瓜，摇摇摇摇摇，啊，摇爽没？烈咬烈咬鹿沙西米，越咬吃的越讲越儿。完了，我讲一个比我不妙的啊。没有没有，我打 DC。好好，你打 DC。妙蛙花野菜。花野菜，我觉得有不妙的哦。我们昨天有那个啦，大葱鸭肉饭的。大葱鸭听起来是很正常的鸭肉饭而已。大葱听起来太正常了。你打在哪里啊？宝可梦是不是吗？哎我。不行哎、欸，你没讲，不行哎、欸，这不行哎、欸，不是啊，你笑一笑就好了。啊，你这进化型也很不行哎、欸。啊，知道为什么杰？因为一开始杰尼龟汤嘛。哦，对啦，杰尼龟汤是谁讲的？就是因为杰克打了这个字，我想到了啦。啊，好不妙哦！哎呀，好恐怖哦！胡椒葱油饼。他是撇嘴吗？撇嘴了，撇嘴。大家都想吃的、欸，葱油冰棒，感觉好难吃、喔。好吃。哎、欸，可是我看过有人卖大那个什么辣油冰棒，什么鬼？辣油。石木鱼冰棒啊。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牛肉冰棒、猪肉冰棒，超难吃啊。哦，是哦，很难吃哦。难吃到不行。欸、你有想过你在吃冰棒的时候还吃得到鱼松吗？哦，不行哎、欸，口感好神奇、哦，口感很不 OK 的感觉，真的是蛮神奇哦，好烦哦，嗯，笑，大菊花茶不是，它就不叫大菊花了，它的竹葵，它早就不叫大菊花了，不行，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叫大菊花，我把大玛瑙水母。哦、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龙虾小冰淇淋。有人讲3D 龙眼干呐、啊，可是我想说，是龙眼干，不是3D 的吗？对啊，龙眼干，有 2D 的吗？那是被压扁了吧？好好笑，烦啊！哎呀，好累！这笑到歪，脸好酸哦！啊，好累啊！怎么撞生词系列的？对啊，怎样？古人嗡嗡嗡！撞生词到底是干嘛？我跟你说，我以后。都不，我以后都要讲，我超勇基拉德，基拉德谁？基
啦，勇气啦，勇气哦，超勇气，大白痴啊！然后不是基拉奇吗？好惨、喔！我觉得用基拉这个蛮棒的，很赞哎、欸！我以后要这样叫了。我只会用基拉的，都白痴。没有，我们就跟发发讲，以后发发开台就会这样讲。对。哦。还有什么啊？古拉多多绿。哦、有刚刚有看到这个，对我发现他好像在到处打，我还跑去偷看你们的台。有还有，他们我要修改他们勾魂眼药水，那眼睛会被勾走是不是？眼睛变钻石，那魂会被勾走哎、欸，对啊，很恐怖哎、欸，我这会勾人是不是？对啊，也、欸、不一定啊，搞不好是点了之后你眼睛超级亮晶晶，然后会很勾人这样，对 对, 對 ，bling bling，、哦、对啊 ，bling bling 的啊，哎、欸，我们要不要？其实到时候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我们的宝可梦全部改名字，至少要改名字。好难哦，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哦，就这样啦。很难要帮自己的话想，超难的。不会啊，这最后就请观众上场啊。对啊，我看到一个超好笑的，卡迪勾勾跑的 Ranger。生死这边也有啦，跟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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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的、喔，哎呦，哎呀，烦死了，我的天哪，哎呀，啊，嘴巴好酸啊，超累的，累了。那我的皮可西瓜汤跟卡蒂那个什么卡比兽人没可以用了、欸，卡比兽人没这么过分，对吧、啊？卡拉卡拉，我的七蛋花汤还在准备中，卡拉卡拉鸡，卡拉卡拉鸡腿堡，赞！卡拉卡拉鸡腿堡，妈以上树才怪。哎呦！你这只水怪好赞哦！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更多双关了。好对耶，这好多双关，你也可以贴一啊，讯息量过大。不好呀！哎，贴以上素材怪也不对吧？可以是。哎，不是你这个完全贴人多吗？我很不行哎。有人在打怪力乱神。完全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很正常的词哎、欸，对呀、啊，这样超正常哎、欸，不行哎、欸，我觉得你很那个哦，你很巨精好奇怪哦，很巨精好奇怪，好烦、喔，好惨，什么东西啊？怎么啦？你怎么可以夹在中间啦？规则已经变了，你知道吗？你这已经变成照样造句了，你已经不是创造词汇了、欸。你这样跟刚刚哈气一样啊！小词好奇怪。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从气体变成桶状、欸，哎、啊，双蛋瓦斯桶，直接把它装在桶子里面了。我天哪！烦了。哎呀！木木削苹果啊！木木削苹果，吃苹果了，吃苹果，好吃啊、哦，好吃啊、哦！哎，笑到处都流眼泪了，我也是啊。哦，有趣，有趣。哦，你们真的很有才耶！你怎么真的？你们吃饱去查那种东西啊？宝可梦谐音同整的嘛？对对对对对，很多啊。搞不好我们之前这也是找那个自己来改嘛。对啊。哎、欸，你是什么？我是那个啊，我是那个阳明山下智久、啊。对对对对。我忘记了，我那时候取什么，我忘记了。我记得阿翁是什么庙的，我忘记了。啊？阿翁好像是什么？我们之前的龙山寺的名字，什么什么龙山寺啊？豆豆龙山寺、啊，豆豆龙山寺啦、啊。龙山寺，小雨啦，是小雨的。小雨，小雨，小雨，小雨。那个也好一阵子嘞，应该久啦、啊，有一年吗？好像
我忘了。这样不好吧？我看到聊天是一个打大嘴欧巴嘛，不好吧？你确定他不是迷春姐吗？哎、欸，哈记、啊，有人想了一个专门的东西给你啊，你应该很开心。东西，你要不要铁亚铃花？铃兰花，铁亚铃兰花，铁亚铃花，铁亚铃花。哦，他就要改属性喽。要开刚属性了，好累啊！然后他的那个更 lucky 更 lucky 耶，对，十点了，永远不要进化，真的。哦，那天拿铁哑铃一直更 lucky 更 lucky， 真的更 lucky 更 lucky 耶。我早上想吃卡拉卡拉鸡腿堡。十点了，十点了，该抽了，该抽了，十点了，开抽，十点了，十点了，开抽，抽抽。我笑到马上上吊。哎，快开讲，快开讲，看看这话题结束不了了。大家说话都好千奇百变怪，千奇百变，最后居然要来一个稳妥邋遢。耶！亚当，痛了，我来了。恭喜爷爷，恭喜，恭喜爷爷。好讲，还行啊。我下班才上厕所，站给你。今天几个人？今天满人啊！八个是八个，我可以让一个少。七个，我看到一个白痴哦，裂空，哎，裂空不爱做。哦，又来了，太中间了，太中间了。哎，七。等等哦，还没好哦，等啊等啊，急哦，要急哦，好，举口下小兵，哇，好想吃哦，不行，哎，我有一个可以说的，我有一个可以说的，大钱谢谢你，哈哈哈哈哈，哎，那个音乐，我要跟你说巨贤谢谢你，巨贤谢都可以，那我好，全部都可以，浩胜谢谢你。哦哦，塔蒂欧斯巴拉西，盐电居，谢谢你。天哪！哎呀，哎呀，受不了，肚子好痛。哎，有钱拿，记得回去哦。哎，对对对，楼上有钱拿。你要讲，你要讲大钱，谢谢你。还是你要好胜，谢谢你。对。有很多不同的螃蟹，可以换一个，换一个你喜欢的。我刚刚差点讲的大闸蟹，小虎队里面没有大闸蟹。大闸蟹，你是饿了？你是肚子饿了吧？开口卡到，开口卡到了，开口卡到喽，开口卡住了，说不进去，好烦哦。开口卡，你说。好啦，今天到这边啦，感谢大家。那等一下要补习的，都要补习喽。好，补习。补习喽，要不就补习喽。哎呀，休息喽，休息喽。好啦，那待会继续那个宝可梦。哎，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我们准备换画面喽。我重新录个影哈。